来吃饭。来，你有多少？来，大姐来吃饭，够香的来。鱿鱼丸够吃饭，够香的。鱿鱼丸翻炒回鱿鱼丸四包两百啊，四包五十，鱿鱼丸谁知道？鱿鱼丸一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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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过来。来，快走。来，兄弟，多少蛤蟆吃饭？都来春节两百块啊，一百块。哦，煮汤啊哈，来吃饭，都来吃饭。来吃饭，都来。啊，蛤蟆吃饭，够谁吃的？来。来吃饭，都来。他们吃饭我谁吃的？中山市场旁边。来，来叫大哥来吃饭回来。还没喊到那里耶，你刚才什么时候过来？你过来再叫他。吃饭，我什么起来？他们吃饭，我。那个都会比较晚喊。谁吃的？来，都进来，来吃饭，都来。来，好了，三老贵，谁吃的？一包一百，八边的内容到百五来，都来，百五过来。好，一百，百五我什么起来？三老贵，来三百来。三百块，有点重哦，还是有点重哦。好，这个你给我倒了，靠腰啊，以后倒。啊，会使哦，四五几多嘞？来，我吃。好，刚吃一百五十块，谁要吃的？八个，来吃啊。来。来，八个谁吃的？八个，三老贵。无啊，三老贵八个无啊哈，三老贵啊。八零三中山市。地址是中山路二段509号。好啦，快点讲，反正你那个情况不赶快出来，你看。还有大姐，三百来，黑林啊，大粒的，非常大粒，大到跟死人个大。好来，金额涨。来，好，三百块，来啦，一斤四百加三百变贵，算了送你来，三百块好啦，三百。来，三百就一个来，三百块谁知道？三百，谁知道？黑林啊，大姐，我就是三百块，你怎么吃？三百块，不来吃吧？无啊，三百块无啊，调回来，快讲来。调学长。他以前放来了，还没记。好了，快讲来啊！哈，还光是新肉，什么吃啊？海龟煮的清嘛来，哦，煮肉鸡煮袂使咯，煮咸味煮才清淡好食来。要吃海龟煮，我几下来都看什么吃来，紧倒来，哦。我讲吼，我想要吃好吃几下，等我卖个加讲好不好？卖个一包卖偌济，一包卖讲卖五百，还佫只个千八，保证拢无煞来，好啦。好，一包卖五百，卖四百来，开三百做两百，还佫只个大，还佫只个细啦吼。好啦，好两百卖四百，开三百，啥物来个？三百块啥物吃三百？无哦，三百无哦，一五来啥物来个？来两百就好啦，两百块，还我一千哦。还佫只个千八，我就一个两百，好啦，还佫只。我照一遍，两百块，害我吃什么吃啊？两百，海龟子啊，大姐来，来，要吃就吃两百海龟子来，害我吃清汤，就吃两百块来带来，煮清汤就好吃来，好，煮清汤煮梅来，两百就好来，两百块害我吃清汤，再吃来，啊大哥来，现在是这边人比较多一点，两百下面来耶，害我吃清汤，这边空间比较大，可以站比较多了。无啊，迄个海瓜子青豆两百无啊，换来再回来，不要吃啦吼。这边有一个辣吗？啊？来，迄个来。好，我后面带大家看一下，我后面有一个大户，今买满两个大宝龙虾。你要找谁啊？来，在那边，两箱满满。好，第三箱迈进。我搁买一遍，我搁讲一遍。乌心的，乌心的就是海水落去饲的，饲是拢饲的嘛，对无？伊着本家水、地下水就对啊啦吼，甲海水落去饲的安尼尔，好啦。我讲吼，你若要食我，你搁保证拢乌心乌壳壳的啦，乌壳壳的。啊，你若要食我几下，搁食偌重？我搁讲一遍，食两斤重，十重两斤重，哦，十重啦。错啦，一只老四斤。食老四斤重。好啦，我讲来啦，好来啦，来咧，我讲一个吼。吃两斤啦，安尼好无？六百，你倒来，五百，无哦，四百，我讲一遍，两斤重，三五来，三百倒来，三百块，再吃三百块，两百无？三百，无爱卖房子，倒卖拖皮，好，三百块，谁要吃的？来，来，我就吃三百，再吃遐个，三百块虾子，无？这是小盒的，还近半，我这两斤呢，好来。
来吃菜吧，我小姐三百块，谁吃的？爸爸，来，来了，快讲哦。我这边那个电视广播赶快说好，你话你拿不？快讲来了哈，这下面吃谁啊？快讲，这马票是叫啥？三百一回，好，朱丹、朱梅。好不好？做当做媒袂歹，人讲真诶啦吼。卖了做少，我等于做两百，我正拢无钱。一包卖讲卖三百，开两百，两百卖四百，看到无？两百卖四百，开三百，下一只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，无要，三百无要，你还搁一个来，两百多啦，下一只谁？两百块，三百上，三百一回两百，只要知道，还带来。好，卖了三百一回，我就借两百，都是这么一笔两百块，只要知道，三百一回，中山路二段509号。来，好，那三百块就借两百，都好来。过来，别去那东西厉害，两百就借两百，什么钱？两百块，石墨鱼皮，两百，我就借两百。美美水饺啊，两百块宝宝吃过啊？他就已经来拿。两百块宝宝吃过啊？两百，好吃不？来，来，我等你。8031，你有哪边吃的？对对，感谢。三只牛，中山路二段509号。你那三只牛拢还没回去的呢，牛牛吧？我拢还没开始咧，我讲讲完，下面就讲完咧。猪汤，啊，猪汤还是猪汤尔啦。我讲一包三百，一包两百，讲完就猪汤尔，对不？我讲两百卖四百，开三百，哎，只要两百，都来两百。来，两百都来，下面吃两百块，来吃下。来，两百都来，下面就讲完两百块。每个礼拜六都在太平。然后我们台中还有大甲、大肚、盘子都有厂，台中有市场。讲完，五百。两百块，两百来，两百下面讲讲完，两百块，大哥来。大哥也买很多，买到整个手都挂不起啊。好了。来，够完两百，下面钱，够好就借两百块，下面钱，够完，谁知道？无，够完两百，我才还吼，我借一遍。等下，迄个花枝丸的，我已经用钱的啦，下面钱，来，赶快，一包、两包、三百，一百块，两百块，花枝丸下面钱，我已经还两百。两百来无？我借好就借两百块，我已经还两百，花枝丸两百块，谁知道？好，迄个阿姐来，两百下面钱，我记完，我做好就借两百块，下面钱诶，我记完，我就借两百下面钱诶，我只还两百块，有人要吃西无？我不来伊哦，西无也就对啦吼，我还要吃西无？少很多货了，超过一半了。啊？来。货剩不到一半，拢无卖着，袂使你啦。等于只予恁囝食，一百块就好啊。一百块，等于只予恁囝食，等于只予恁囝食，一百块。好来，老板这边。来，那至少准来食，我囡仔食。来，下面食一百块，谁知道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无吼，一百块无吼。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买很多了，他们都放地上，要不然就提在手上，一早都五六袋以上。降低吧，来，上来下面菜，你们菜无要喊我降低吧？我跟你讲吼，一条偌济百八，安尼好无？哦，菜烘的烘袂歹啦，好无？哦，我跟你讲来啦，用蒸的蛮好食，两条三百，两个开三百，再食再三百块，再食三百，三百，像这两拢无，先讲一个哦，三百什么来的？你也无来，来两百都来降低吧，什么钱？先煮了两百块。干地巴就借两百，下吃四啊！哦，烘的、蒸的、菜，两百个下要吃干地巴，先煮咯。两百，两百，干地巴。靠下，我们吃干地巴。啊，兄弟，啊，阿强啊，还要西游记，来，两百个下要吃干地巴，先煮咯，来。来，两百干地巴来，下要吃啦。两百，两百，你讲三百一道，无加无三百一道，拍死，好来，两百什么钱？是，降低啦，先煮咯，两百，无，无要吃，别怕，镜头卖大皮好不好？两百块，来，来，六，哎，都话谁啊？咩一百块？咩个几讲啊？一百块，
哇塞，太多了，感觉大家记得帮忙按赞，也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哦。今天是在台中的太平中山市场，地址是中山路二段509号。哇，我哇没有了，好像没有了，我来下一集啊，过来。抖音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吃乎肥肥，另外一个是吃乎肥肥装乎腿腿，或是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，都会有详细的行程表。我们每个礼拜三四五六日都有场。对面你要猜猜我我啥咪？哈，一杯三百杯，一包我这500来。哦，一包500，四包300来，衰烟啦！哦，这才五十米啦吼，200米、1000米、800开500好不好？开400，开300，啥物来的？衰烟啦，你要五来呀？一个都好来，200都好来，这就衰烟嘞，衰烟啦！小西啥？下一啦，还得衰来。来，200就起来，好。好遥远。好遥远，长臂的，他是我们接力的。来，200下一来，衰烟。你们你们入会吼，衰烟听无音无，衰烟敢听有，听有啦吼。因为今日看麦正个咧外边散啦，还讲真个啦吼。啊，这阵食这落食，好在我熟个呀，还用大哥来200。一箱俩，一箱俩啦，衰烟200，现在食200块，还用大哥来。来200，衰烟来这边来，我话啥物啊？来龙吧，下起来。还有吗？撒烟，能吧？撒烟，哪个叫？